想当中的人，我还以为只要加加油就好了，但没想到还要搭船出海工作。其实我真的怕晕船啊！小心小心，要爬过去了。上船，上工去吧。现在啊，中央公共船啊，靠近的这个中油海上这个自由平台了。人员要上去了，才能进行维护跟维修，但是这个上船其实蛮危险的。 哎，大哥，哦，这个要过去蛮危险的哈、哦。哎，所以这瀑布都要小心的哈、哦。OK， 过来了，过来了。我来了。我第一根熊背你们背。我第一根熊背扛了怎么办？来来来，右边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啊，一三。停。我加，救不来哦。我加不来。呵。弯脚呗，弯脚呗哈。 这里，这里，卡喽！绑哦，这绳索拉过去，看你还以为在拔河，不是，没有那么轻松，整条绳索都沾了水了。呵，慢慢绑，慢慢绑，呵呵呵，绑，呵，绑，好，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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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接下来，浮筒就可以转了哈，再顺着可以。好，越轨，越轨，越轨，哎，再越，可以拉了，可以拉了，可以拉了。我这次第一次要到这个海面上去当中游的卸油工人啊，我第一个碰到东西我就吓到了，当时要从工作船啊跳到所谓的卸油平台上面去了，那个落差，那个海浪，真的让我吓到了，真的以为自己差点脚就要被夹到了。 下去哈，来来来，我的负责呢，控管海面上的状况，而他们呢，潜水员呢，直接到海底呢去做任何这个仪器上面的检查。这里这里好，这里这里，小心。大哥来。哎，谢谢谢谢。 一二三，一二三，海水真的是喝到饱哎，嘴巴里面呢、啊、满是油味，满是腥味。 海上卸完油，油都到了这个全东南亚最大的油槽了，就在台湾啊！不过这个要先打开这个闸门，第一关卡就开始有点重了哦哦，这好重，哎呀，我要进去了哈，这个含氧量可以了哈，可以，安全了哈，里面没有什么毒气了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对，万一有油气的话，引发一些爆炸，那可就完蛋了。不过要钻进去，好像很困难呢。哦，这好痛，看起来看起来。 OK， 进来了，进来了，上工，上工，上工，走走走走走。以前啊，当兵的时候，匍匐前进啊，都是泥土地啊，可是这个地方是中游油槽的钢铁板，那膝盖的硬痛的感觉完全不一样。进到在内侧这边啊，在这个浮槽里面啊，它上面全部都是。这个状况应该还好，但都生锈了，这必须要重新的涂过才行。来。 我其实进去的时候，我好害怕，因为我一直害怕他们在黑暗中会跑出什么样的异物的那种感觉。里面呢，所有的这个所谓的生锈的东西或污损东西，他都必须要花体力去克服，把它清除，把它修复。因为呢，他们所照顾的是所谓的东南亚最大的油槽。好痛啊，膝盖！啊，膝盖会肿。因为你当兵爬的是草地啊，泥巴地啊。 你不会爬铁啊，所以你膝盖这样爬一爬，你受不了的。啊，你必须要带护腕，不然你受不了。啊，这个地方确实。
全都是成年的这个污渍啊。不过这个油草一定要保持它的健康啊，因为油草如果没有它没办法出油的话，北台湾就没有油可以用，这很重要。然后呢，等一下，我受不了了。你其实有点喘不过气，这个地方毕竟跟外面不太一样。人家说什么会有什么什么什么呼吸的那鬼呢？我不相信啊，结果哇，你自己体验过就知道，真的会。我不管身上多痛，我也会把这个工作给完成，因为那种使命感就是你无法想象那种成就感到底有多大，真的很难想象。所以我们真的是觉得没有他们真的不行啊。中油的油槽人员、清洁人员、卸油人员真的是辛苦了，没有你们不行，感谢你们。我最近在下班之后呢，会化身小厨娘来帮我舒压一下。不过不要变成地狱厨娘，就靠一小罐就可以了。它是谁呢？它是澎湖福朋喜来登酒店推出的海皇鲍鱼干贝 XO 酱。小小一瓢啊，可是有大大的学问。当你在煮菜的时候，如果加过量重咸的话，这点烤皮不说呢，还会让你的夫妻之间有没有可能会失和。不止调味重要，当然你的里面的营养价值绝对不能少的。里头有很多像是呢，这大干贝就有很多像是这20多种的氨基酸，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是非常有效的，因为它里面有球蛋白，也是加分再加分。而另外呢，还有很多啊，刚刚讲的是鲍鱼，现在讲的是干贝，因为干贝的部分其实它是大多数我们听到的牛肉、鸡肉等肉类，它的蛋白质是超过3倍之多的，里面还有植斑，它可以帮你补充你的胶原蛋白，让你看起来真的是水当当。最顶级的豪车试驾，八九四轮驱动，真的就算是这么湿滑的路面啊，400匹啊，51公斤的扭力啊，开起来其实真的没在怕的。最热门的新车尝鲜。没有再客气的，他这个就直接甩尾了，踩油门，他直接进入甩尾模式，再踩，很灵敏。最实用的空间展示，这么拉起来不费力的，这边哇，超级深的置物空间，它的真正微距呢是真真。每周一周五晚间9点，别忘了 YT 搜索中天车厂家。每周三套灯到站里边，猪猪哥聊聊车，陪你一起来直播。更别忘了帮我们按赞、点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能够及时补充抗菌液的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机，让防疫变得更方便、更安心。一天你用200次都没有问题的，比酒精啦、比漂白水更加的环保。如果你要购买旺旺水神生成机，中天新闻的观众是有独家的好康。